真好，能的服务员，能的服务员，一天啥样的着急？啊，你来忙这个。有问六成热写过啥？小伙伴们长全都吊起来就熟了，好的出锅。排骨凉水下锅，葱姜白酒，好捞出几来着，空锅排骨下的一苞米胡萝卜大枣水炖45分钟，山药盐再炖15分钟，好的出锅，葱花枸杞，你这蛋糕真好，都鼓起来了，我都吃没一个，又来一个，挺好吃的这馅，嗯，喝点汤没比。什么？这个骨子都脑掉下了，又脑掉下了。这是原汁原味漂白的汤好，只能喝这白汤。这俩也更好吃，你那馅儿也可甜了。那能吃几个？吃好几个呢。好吃，嗯，甜粉的，这馅儿。